看这里哦，他说00229999，8个数是全举排列，对吧？哈，问你可以组成多少数字不同的八位数？老师想请问一下一件事情，这里有些一样，有些不一样，我们在数学上把它称为什么？不尽相异。相异不尽相异怎么算？把直线排列除以相同阶，是不是就好了？问题来了，你这时候8个数字可以直接八阶吗？ 不行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八阶？因为0可以排首位吗？不可以，所以说这时候我们要先从什么首位开始看起，好不好？首位空排0不行，所以告诉我首位其中选择性，1、2、3、4、5，其中选择性6种。好，首位拿到手一个9，好不好？排下去之后，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排后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剩下7个数字。 排后面7个位置几阶？7阶是不是就出来了？之后再除以相同阶，总共2个0，2阶，2个2，2阶，4个9，4阶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，所以说把它乘开好不好？算出来答案是7，315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